观众朋友吼，介绍一个叫做西瓜芭乐吼，这个西瓜，这个西瓜。红心芭乐。红心芭乐，它是用来做这新鲜。没有啦，那是天然的。天然的吗？哎呀，天然的，吃看看。吃看看。也是一直在山芭乐改良的。这是咱较早的山芭乐。哎，改良过的，它现在就比较大颗了。啊，马人讲西瓜芭乐。这就是西瓜呀、啊。哎呀，也是有人想说是西瓜芭乐。最近才有呢，嘛较早从来没看到嘞。哎呀，出来过也冬啊啦。过也冬哦。嗯。啊，无啥，你这管较少，就产量不介济啊。哎，产量不介济。产量不介济，这是安怎因为？较歹食，但是产量很多，可是。哎、欸，较歹照顾。伊是安怎？伊这甲这种芭乐，甲鲜水树干你们一样？一样啊，都一样啊。啊，恁来知影是红的甲？真古的知影，形状有一点不一样啊。形状恁看有对吧？哎，看。安尼哦，啊，伊这口味甲这底敢有啥差别？有差，这个比较甜，那、啊、这伊这个比较甜度比较没有那么高。哎、嗯，看、啊。很好看啊。很好看，对啊，哎呀、啊，对啊，可以降血糖、降血压。这功能多少？对啊，这个比较多。这不是什么红色素什么催化？对，有啊，我都有嘿啊。真的啦，我这边有血啊。来，多少血啊？维他那个维他命 C 啊，有美白的效果啊。有美白的，小姐夸的，有啊，美白效果。对啊，有，吃芭乐也是一样啊，对啊。它的 C 含量很高啊，也嘛是有那个叶酸呢、啊。降血糖，这块降血糖，对，都比较高啊，所以吃芭乐是最健康的。啊，这是粉红色在补血啊，是吗？那是看形状的，心理感觉是怎啊？也是有啦，有啦，都有啊，哎，对，它可以预防糖尿病。哎，对啊，哎，这种，哎呀，你有糖尿病的人会当吃这种啊，医生嘛都会建议讲叫你吃红心芭乐。都啉这酒啊，你啊？啊，产量没有，产量真的很少，这个比较较歹照顾啦。嗯，啊，这较歹照顾。较歹照顾。我娇生惯养，系啊，对，无啦，我土生土长的做个照顾的，爱照顾啊，我做个照顾的，系啊。啊，这种较贵，这较贵啊。这较贵。这较贵，这一斤。产量少的话就是比较贵。我这正常拢一斤头偌济，这算一斤嘛，一斤。算斤的嘞，也是算斤。阮伫迄个市面上卖，差不多四五十块啦。一斤四五十块，这现在没有，现在这个很便宜啦。我袂讲。这马较少啊，没有。现在量多的话就比较便宜了。哎呀，这芭乐这产区，那几年拢一年四季拢。也是都有。四季拢有了对吧？哎，最少啊。最少的对吼，所以咱来要食这红心芭乐吼，爱去探芝麻酱，我今天找到过。哎，晚点找也是都有啦。燕草是最大众的嘛。哎，燕草不是最大众的。燕草是这个牛奶芭乐是比较多。牛奶蜜枣。哎，刚出来的牛奶蜜枣，不是这个吃牛奶的。对啊，新鲜的。你买个好介绍。对啊，这个就很漂亮了。漂亮，今年漂亮。没啦，没想我啦，想我就较歹啊。没有这个刚牛奶蜜枣。牛奶蜜枣。哎，那牛奶蜜枣刚出来的。那你这大量，你外口是公瓜？没有，没有给它蔬果，没有这个擦一擦就很亮的啊。你蔬果没有？没有，这个你把它擦一擦就很亮了。擦一擦就很亮。哎，给牛奶蜜枣。有啦，很好找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哈。所以要吃蜜枣奶油面条，对啊，还要吃那个牛奶蜜枣的话，就来请来我们燕巢。哎，就牛奶芭乐，还有红心芭乐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谢谢。不用，这样吃就很好吃了。哎，也是为囡仔开后背温。对，其实这样子吃原味的最好啦。哎，我嘛是拢建议讲吼，食原味的较好。对，嗯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这包请你吃。不用了。好了。不要，这个再卖。可以降血糖，降血压。